来看到今天的一个先发，在中西特工这边，谢亚轩、阿巴西、柯丹、曾文鼎以及艾德。在海神则是史考特、于焕雅、林任宏、胡龙茂以及库萨斯。好，这一场比赛正式的展开，这个球权哇，脚踢球啊，先由中心特工拿到球权，甩到外围来底线那个位置，三分球尝试有特工先拿到分数了，对。特别是转换快攻回来之后，啊，队友很常会找到谢亚轩的这个哦，在 corner 的一个投射的机会。那当然，篮底下就是海神的天下了。库萨斯，他能够持续在禁区攻击的话，也会造成哦特工在禁区防守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快攻直接上篮，没有。一般给球库萨斯，哇，这么远的一个地方还能够勾得进啊，这个是他的招牌动作啊。运球胡龙茂在给到外围的时候，手稍微被拨了一下，于焕雅回过来之后，库萨斯这40%的命中率啊，啊，好球啊，斯卡的垫进去了，从里外围三分球技，哇，放投啊。胡龙茂篮底下挤开空间，好球！近几年在大陆的 CBA 之后，加上国家队的一个经历之后，其实他的技巧得分呢。于焕雅底线位置进啊，不守于焕雅，这艾德啊，还是硬打进去了。特工有这么多外围轻松去做出手的机会。抛进去，到外线的三分球出手哦，能拉开一点距离，蛮不错的。哇，才刚讲完啊，没错。啊，这是海神喜欢的节奏啊，是底线的位置。那这样子对于整体的篮板来讲，跟禁区的一个优势来讲，会放得更大。对，挖在对方身上，哇，靠着自己的队友卡位帮忙。球艾伦再回到库萨斯手上回出来，中距离在罚球线附近的出手弹进，吴小景连拿五分，三分的弹射啊！哇，今天特工的外围的空档真的。给到库萨斯挤进来，这球被干扰一下，但是这球是传球啊！出来，杰卡，底角位置再回出来，约翰再给到中间，哇，好多的传球啊，眼花缭乱啊，哇，很大的，对。那海神队的一个攻势也是非常明确，这个赛就想要把球送进到禁区了。哇，谢亚轩，哦，真的换防的话，底线就会变成一个 mismatch， 没错。啊，整个海神队的教练长跟球员在龙帽，还有潘威杰，中距离的抛投得手，是但出手没进，拨了一下之后，特工这边拿回来，阿巴西神童哦，轻松的拿到两。库萨斯在下半段的时候，其实现在的一个整体的空间来讲，并没有这么的好。胡龙茂给他第二次的尝试机会了，传到弧顶，是吧？胡龙茂压上去，左手的一个上篮，这球弹进去了。对，胡龙茂垒球高调到篮底下，啊，这一板这球漂亮，交给了艾哲单手扣篮。王汉切进来过了，哇！柯丹想要压进去，分球之后拦底下艾德，底角位置下圈，这一次的外线进，他的准度从第一节准到第二节，也没错。弧顶位置的三分，今天特工哇，对，拿换上库萨斯，特工这边呢也换两位的球员，曾文鼎上来。外线就算有队伍啊，这一球走了一个 under 之后，伟汉也是非常果决的在外围做出手啊。林彦宏
的铁鲁上篮，这场比赛他个人第一次。很挤很挤，就是要哇，再一颗，队友的帮忙之下，约翰接进来之后，自己的插板追球又滚进去了，八分啊，连拿八分啊。再分球，吴小景外围的三分尝试有了。海神队先去做这样子的调整，是那等到如果说真的分数被追进的一个时候再做换球。哇，外围来了，吴安终于来了。哇，个人的动作开始展现了，再分球，好球啊！林伟汉漂亮的助攻。或许前面三场的比赛已经被特工这边擒收哦，锁死了哦，啊，这一定会的。哎呦，直接用扣的，艾德把分数再放进 ，God 压进来，这样子，吉老特分给到唐维杰，中距离稳稳命中，哇，唐维杰这两阵容。以上半场的比赛打完，板凳这边拿下26分，海神队的场上得17分，这球溜进，外围三分的出手，哦，柯丹压进来，闪过两边的防守者，进球了出来，现在前面一对一，好，等防守过来之后，自己人也过来，艾德勉强拿下2分，给到孙文鼎 mismatch。转身，这球再分球漂亮，哇哈哈，哇，都有得分的机会。外围于欢雅的三分球，第三节前面一开始一颗线的这样一个零星的一个外线投射，那海神的一个追分来讲都会非常辛苦了。是，啊，尤其这一节柯丹的一个整体的进攻效，泽文鼎要直接给中间被拨了一下。林伟汉找到了柯丹了，给到谢亚轩，直接第一拍起步就过掉两人了。哇，柯丹趁着一位防守者还没回来，柯丹再给队友解卡，再摆。连红，哦，这个角度变化漂亮啊！对，这个节奏的变化来不及哦，等队友不定的解卡，哇！吉老特速度加上去，想要做传球，差一点点掉，差一点就失误了。对，不过最后还是交给到艾伦拿下2分。对，确实，那今天的吉老特的影片，解卡。再一步的一个抛射哦，还是在去干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后阻力啊。这球发生了失误，古龙帽给到林恩宏，好球了。那谭杰龙跟曾文鼎这样能够同队，其实也可以从曾文鼎身上学到很多的一个技巧跟啊球场上的一个经验。格丹比划一下，再拉出来之后，外围的三分球啊。只要球队海神只要追上来，柯丹就会跳出来了。对，这个球是非常幸运的一个进球啊！他的那么多下还能高调给到禁区来拦一下，这一球吃掉了哦。再来看一下，分出来之后，曾文鼎外线三分啊！今天不能放曾文鼎头哎，放在场下是。搞掉机会来，哎，这一球海神队就做得相当出色了哦。古龙茂没有选择出手，外围吴小景，哎，吴小景连3颗，哎，然后高调被抓破，前面直接往前给，犯规计算了，吴小景变成一个区域防守了。进来之后，还是让艾伦在篮底。柯丹，这球分球漂亮，交给了艾德。吴小晴想要再来一球，这
是吴小景，吴小景，哇！你也再来吗？再来吗？哎，没有了，第一次的 miss 啊，第一次 miss， 但是还是交给他了。过来之后的一个插板被柯丹给打下，这来回就相差。给进来，裁判的哨音响起，净算 and one。特别是前两次特工在巨蛋输球，就是因为曾文鼎跟伟汉都不在嘛。那今天两个啊在。我们要恭喜中信特工，在这场比赛是以108-93来击败了全家海神，收下了胜利哦，把他们的一个胜场次数啊拉到了16-8的一个成绩啊。海神队在自家主场输球哦，比较可惜哦。